好，OK。各位 T 卡观众朋友，大家好。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完的记者会的直播？那如果你有看到的话，你应该对于这台车会蛮期待的。那我基本讲一下的话呢，就是说像韩国现代的话，他们 Elantra 当然就是他们的主力，最主力的产品。那 Elantra 从以前到现在到这一款车，就是 Elantra 第六代，它已经更名成为 Super Elantra。那 Elantra 的话，从以前到现在，它已经累积了超过10,000辆车的贩售。那这个贩售销售额呢，基本上可以是全世界的一个车种，所有车种里面第一台最快达成10,000辆销量的车款。所以 Elantra 大家就可以知道，基本上是非常畅销的车款。好，然后再来呢，而且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在路上看到。好，对，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就一样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提出。好，然后现在大家看到就是 All New Elantra Super Elantra 的侧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这一次新的 Elantra 它改为了比较一个简洁但是比较更为时尚的设计，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门把上面的上腰线，还有像包含下面的侧裙上方的下腰线，这两条腰线的勾勒非常明显。那至于说车头跟车尾呢，大家一定知道说，像上一款的也是五代的 Elantra 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它虽然刚开始卖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Elantra 好像蛮漂亮，但是怎么感觉它的眼睛好像掉掉的，然后感觉很像笑很开。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全新的 Super Elantra 的话，它改的较为内敛。就是它虽然质感一样非常好，只是像中间的水箱护罩，它是采用镀铬的装饰，但是它的眼睛也就是头灯的部分拉的没有这么高，但是旁边的水箱护罩旁边的这个薄感的这部分其实也是非常时尚。那在头灯的灯具部分呢，基本上就是 HID 的灯具，但是旁边就会有 LED 的日行灯。那其实相信大家可能会对于这个设计有一点点眼熟，那是就没错，因为他们因为国际知名的设计师的一个操刀之下，所以他的 Elantra 的造型变得非常漂亮。那现在，对，那现在大家看到白色这一台的话呢，是 All New Super Elantra 它的柴油的版本。刚我看了一下刚直播的一个回应，就是有人有问到说柴油会不会进，会的，这一台就是柴油。那柴油的话，基本上可以跟大家先大概说一下，柴油它是配备 1.6 的一个柴油引擎，然后拥有136匹的马力跟30.6公斤米的扭力。这样子的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前一代 Elantra， 它基本上是 1.8 的一个汽油引擎，但是你如果说像现在换为了 1.6 更省油，但是柴油大家都知道它的扭力更大，那这样子对于你在市区行驶的时候会非常感觉加速非常非常轻快。那现在看到车尾的部分，其实车尾它的尾灯你会发现说其实跟上一代其实好像有那么一点相似，没错，可是它其实跟头灯一样没有吊得这么高，但是而且里面的 LED 的一个 那个导光设计也是设计的非常漂亮。好，那如果你想知道它的旅圈的话，基本上像国内的最低配的版本它是配备15寸的轮圈，但是如果是比较高配的版本它是16寸。可是其实这部分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可惜，为什么？基本上大家可以感觉到Elantra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跑格的车子，那它如果能配到像国外像17寸的轮圈，我觉得应该会更好看一点点。好，那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一台是它的 2.0 的旗舰版。那其实为什么我这一台车放在舞台正中央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其实刚才大家如果注意到售价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说这一台 2.0 的顶级版本，它刚公布的售价是81.9万。
大家如果回想一下其他的日系品牌的车子，可能 1.8 的其实是不是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甚至更高一点点，但是这一台是给你 2.0， 动力给你再更大一点点。那如果像这一台的话呢？好，那大家就可以看到，现在这一台是红色的。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下它的侧裙的部分，你看大家可以看到是说它侧裙旁边是黑色的设计，这样子就让整台车的侧裙就跳出来了。目前的话，原厂是公布，目前 Super Elantra 共有1、2、3、4、5、6种颜色，虽然没有国外那么多啦，国外是推到10色，不过基本上6色也是很漂亮。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赶快提出我，我会帮大家解答。对，好，那样，刚好这边引擎盖打开了，那就给大家看一下。目前大家看到的就是它这一台 2.0 的版本，也就是顶级的版本，它的马力是152匹，然后有19.6公斤米的扭力。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还没有印象、还没有感觉的话，我这样说好了，就是买 Elantra 你会感觉到说，你用买 1.8 的国产房车的价格，买到 2.0 的动力。对不对？那这样子确实还蛮吸引人的。再来呢，看到内装，大家好，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车内。基本上，小编身高是163公分啦，因为它车身后面的车顶削比较下面，所以头部空间大概一个拳头再多一个指头而已。那膝部的话，正常坐姿大概有两个拳头，大概在两个指头左右，这是它的后座空间。然后来，我出来让摄影师录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中间后座是有冷气出风口的哦。好，然后那大家。其实，哦，小心哦 ，OK， 好 ，OK， 好，那大家其实我相信大家买车是会非常重，就是说，我当然自己开车，那我到底前面是长怎样呢？就是像这样子，它中间的萤幕的话，基本上是进台湾之后可以选配到8寸，然后。不过是没有像国外有像 Android Auto 啊，或者说 Apple CarPlay 的那些功能，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基本上它的内装也是蛮漂亮的了，就是像旁边这些设计啊，这种亮银的，应该是雾银的这个装饰，然后其实设计都蛮简约，但是。也都蛮漂亮的。好，那我们等一下，再去坐驾驶座。那基本上呢，Elantra尾门基本上是没有电动启闭的功能，但是它有 Smart Trunk 的功能，就是说呢，你只要把你的钥匙带着，你可以在双手拿着很多东西的情况下。你靠近它可以自动打开，那这样子，它虽然不是说像你关的时候你按一个按键它就自己合上来，但是基本上已经对于日常来说非常实用了。好，那好，后箱空间看一下哦，基本上怎么看，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看。给大家一个概念，我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基本上我已经半个人都在里面了，所以深度还算蛮深的。那宽度虽然这旁边侧边有轮拱的关系啦，不过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整个行李箱的平整性还蛮高的。真的啊。真的不是我的，我的，谢谢。捡到一只手机，我的手机这么好。哎呀，好 ，OK，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行李箱是蛮平整的。然后大家如果有办法看到里面一点点的话，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这个椅背也是可以进行六四分离倾倒的。好，那因为现在我看一下，好，驾驶座现在空了，我来带大家看一下。好，那先。你要拍吗？好，那我先排队等驾驶座。那在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说像这一台车，大家一定买车会很关心说，我买车其实载着全家，我也希望要安全，对不对？那这一台车的话，基本上它在钢骨结构，也就是整个车体架构的部分，有 53% 是采用高刚性的钢材来打造，这样子这么强硬的车体。然后再加上什么？很重要的是 ，Super Elantra 它全车系不论任何版本是直接标配六颗气囊跟 ESP 的一个动态稳定系统。不好意思。好，那趁现在好，我进来了。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呢，它基本上方向盘的盘幅是。蛮刚好的，然后握感是蛮扎实的，然后排挡座这边有一个 drive mode， 那就可以看带大家看，就是说我基本上来，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它的仪表这边它就会显示哦，现在是 sport mode， 然后这灯号都关掉，现在是 normal， 然后现在亮起来绿绿的这 eco， 这样子的话就代表说这一辆车其实。这种东西在我个人是觉得目前车子其实有这种设计是非常好啦，因为就是当然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不想一直加油啊，那我们就开个 Eco Mode， 那有时候可能偶尔早上热血一下想要到山道走走，那我们就可以开一下 Eco， 这样子一台车就可以随你每个人在开的时候进行变换。好，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你看现在各位看到就是说，哎、欸，它其实这个对有定制化的这个音，就是音，对，就全中文的，然后音场都可以选择，不管是你要古典啊什么的舞曲啊这些。还有什么功能呢？那像。像它的导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导航。它导航怎么好像不能开？我关一下门看看。可能要选配。对，可能这个之后可能要藉由选配，或者说其他的。有，终于出来。叫 Pure Lobby。好，大家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导航，那但是这个刚有问一下原厂的人员，他们是讲说这个八寸的这个萤幕的话，基本上是要选的才有比较像这些比较高阶的功能。但是目前我在操作来说，我个人会觉得它其实它的操作的顺手度跟反应的快慢，其实是还算反应不错的。对，感应是还蛮灵敏。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说，欸，它像中台这些设计啊，其实还蛮简约，但是老实说，质感真的比很多很多国产车还要好看，还要有质感。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欸，就是我对于韩国车，我可能有一点点怎么说，有一点买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疙瘩。那或许跟大家讲一个大家会觉得比较 OK 的东西啦，就是说基本上目前这台第六代 Elantra 已经是国产的了，当然它虽然还是韩国品牌啦，对，但是当然你想一下哦，就是可能60几万80几万大家就可以买一台
安全性，给你六颗安全气囊，然后给你动态稳定系统，这些，然后还有上坡辅助，都配备完整的一台车，六十几万、八十几万，真的很 OK 其实。而且其实啊，像小编其实前阵子刚好有去韩国他们原厂参访，那他们其实就有跟我们讲，其实他们这一台 Super Elantra 呢，基本上其实他们也不会演 2.0， 不好意思，就是要来打我们 1.8 的国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刚公布的价格，那我把全车系的价格都念一次好了，就是如果是1.6 的汽油版本的话，它是64.9万，然后如果是 1.6 的柴油的版本的话是47.9万，那 2.0 的话依照版本的不同有68.9万、73.9万跟81.9万三种售价。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呢，这一台为什么感觉好像帅一点，对不对？因为它确实大家就可以看到它这些空力套件不太一样，所以它版本是 GLS。 那我知道大家看到说Elantra 真的还蛮帅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啊，或者说一些外就是国外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其实Elantra 之后还有 Sport 版。 Sport 版呢基本上就给你到200匹的动力，然后当然肯定会给你更帅的空力套件的外观这些。那 Sport 版之后也渴望在国内看到，所以如果你对于比较具性能的车款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不妨等一下之后 Elantra Sport。 但是那个 Sport 版的话就是已经是进口，那当然就是要到稍微等一下下了。好，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尽管提出。那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要带给大家的。然后其实啊，像我们去韩国参访的这一次啊，他也有跟我们讲，就是说像他们目前 Hyundai 的车系的话都在他们的 R&D Design Center， 就是算是研发设计中心那边研发出来。他们那边不管是从像车体的机械材料啊，或者说引擎变速箱的测试，甚至说风阻值，他们里面开发中心里面就有一个可以让风速跑到200公里那么快的风速的一个风洞实验室。那用给他们所有车，那包含说像其实像 Kia， 其实有些好 Kia 我先不讲，就是用给他们车基本上都有在那边测试过才产出。那这样子的话，所以在风洞的雕塑之下呢，基本上这一台 Super Elantra 它整个车底，大家除了感觉说它看起来很流线之外呢，它的风阻值其实只有2.27吧。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对，0.27的，讲错了。对，它风阻值只有 0.27， 所以非常非常低。然后再来呢，就是说它的其实原厂也对于噪音有不小的抑制。就是说不管说像它的在底盘，或者说像雨刷它其实也有经过一些比较特殊的位置摆放，可以让风阻还有像风切噪音减少。然后呢，今天大家都这么安静都没有问题，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说大家要跟我讲说韩国车，所以自己有疙瘩。其实我们不管是像我们自己做的试车报道啊，或者说像其他各家媒体在报，其实我们大家都会看到台湾的民众有时候都会在下面留言说，像韩国车就是烂。其实我是认为啦，就是说
当然你对于一台车的喜好是因人而定，所以等一下哦，后座空间膝离膝盖上有几个卷筒，好，我等一下带你去看哦，现在他们在拍 model。 哦，好，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买韩国车可能会有疙瘩，可是我是觉得当然你选择车辆你可以自己选择，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其实消费者也必须看一下国外的产品到底目前进步到怎样了。好，有人问膝盖空间有几个拳头，现在小编坐正常的坐姿，我没有这样故意这样揪起来哦，我就正常坐姿。那我身高是163，我的头部空间大概有一个拳头又一个指头左右，大概是这样。OK， 好，那膝部空间的话，膝部空间目前前面这个座椅，大家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清楚，其实这个座椅有移比较后面一点点啦，有移比较后面一点点。那这样子，这一个移比较后面还有两个拳头左右，因为像刚他们有其他媒体同行在拍摄，所以他们椅子移比较后面，移完我没有这样丢脚，这样子大概还有两个拳头。那刚在另外一台驾驶座是比较 OK 的车上是大概是两个拳头又在一到两个指头这边，所以基本上是还算蛮丰沛的。好，柴油售价多少？来，现在就跟大家报。等我一下哦。好，我把全车系都报出来好了。1.6 的柴油的话是779,000，那1.6的汽油是649,000，2.0的最低的版本是689,000，然后再来是739,000，顶级哦，2.0的只要819,000，给你150匹马力。对，那大家会讲说韩国车人气低啊，其实。当然，台湾消费者自己有自己的考量啦。可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大家还是要看一下说，其实为什么人家的车子进步到现在？那我们国产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像各位应该都知道，家里的车，或者说你最近有要买新车，你一定知道，你去展间看1.8、2.0的，不好意思，你大概一般可以买到大概就两颗气囊。Super Elantra， 它在这边全车系标配，不管是任何版本，它也是给你六颗满满的。然后再来，动态稳定系统、上坡辅助系统也全部给你。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刚在看发表会，我们自己也觉得说，哇，蛮恐怖的。你看，韩国车厂这么用力的要来进军我们台湾的汽车市场，对，就觉得真的还蛮恐怖的。然后再来呢，像说，我们去之前去韩国好了，我们就看到说，它整个测试场里面，整天都有车子测试车在跑。那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是其实现在韩国的 Kia 也被就是 Hyundai 收购了，那所以他们研发开发中心的话，基本上是在一起的。那这样子的话。我这样讲好了，他们有出产什么产品？当然轿车嘛，你就把 Hyundai 跟 Kia 的全部的轿车加起来，然后再加上什么韩国他们自己有的像卡车、游览车这些加起来，给你算30台好不好？30款作品。可是大家知不知道他整个测试中心里面的测试车辆有多少？超过7000辆。超过7000辆的车子测试车，当你到那个地方，你就会觉得说，其实真的还蛮恐怖的，就是人家是这么用心在做他们的产品，然后不断在测试，不断的在打国际。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像，他们目前也在推油电车，自己做油电车，就是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是 Ioniq， 也是之后台湾会上市就是 Ioniq 油电车。那其实，在韩国他们那边呢，其实也在推
Ioniq 的纯电车款。那除了纯电车款之外呢，他们也在推什么纯电的无人驾驶车款。那目前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他们那个无人驾驶车款目前是已经在上路测试状况。大家想一下，无人测试的纯电动车款现在已经在路上测试，那大家会觉得说，哇，你看人家是这么用心、这么积极的在往未来冲，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国产车确实要再加油了。好，等一下哦，等我一下。有 Elantra Sport 吗？回答一下正廷，就是 Elantra Sport 基本上是之后哦。那第二季引进的 Ioniq 会不会比柴油版省油？这部分的话，油电车跟柴油其实都是非常省油啦。那至于说实际的，可能要看到时候的。好，然后有大哥问到说柴油气囊几颗？好，再跟大家说一下哦，不论你是买任何车型，不论是 1.6 汽油、1.6 柴油、2.0 汽油，它全车系都是标配6颗气囊。OK， 好，等一下哦。哦，对，好，有人问到悬吊，就是悬吊基本上跟上一代一样，就是前曼哈层后欧化的扭力梁。OK， 那至于说 i30 的话，这个就保留啦，就是给原厂他们自己决定喽。哦，好，有人问到这台是 1.8 的吗？好，目前 Super Elantra 只有 1.6 跟 2.0 的版本。哦，就是 1.6 的话有柴油的，就是当然扭力大嘛。那如果是 1.6 的汽油，当然就比它前一代，也就是 1.8 的车型再省油一点点。那它的主力的话就是 2.0， 2.0 是什么？当然就是它用很优惠的价格给大家充足的动力，然后又给你满满安全性。对，电灯可以全开吗？三角灯？我们看一下，等我一下。我们到旁边这一台红色的来，有人在排，有观众是想看那个啦，那个灯全亮的时候。 1.6 柴油马力多少？等我一下， 1.6 的柴油马力是136匹，但是扭力是30.6。请问，对啊，它其实，对啊，是在试。有几个车色可以选？六个。总共有六个车色可以选。不然我们到最旁边那台好了，给大家看一下。是啊，对啊，只是说大家想看。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赶快来考我，快点。可以开一下灯吗？开一下灯就。对，你要开。要双闪。这样吗？还是大灯？对，全开。这个啦。然后帮我。然后，好，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它顶配版，它灯全亮的状态。那我也开一下双闪给大家看，等一下哦。等一下，因为我。有其他同业在拍照，扭力30有没有搞错？没有哦，要跟大家讲没有，因为柴油的扭力真的很大，对，基本上就是比汽油高一倍啦，30.6，非常恐怖。我
check 一下哦。引擎室，引擎室，等一下哦。好，那我们带大，最后再带大，谢谢。好，好，那刚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基本上它信号灯亮起来就是这样，基本上它旁边的方向镜上也有灯 ，OK， 好。接下来看引擎盖。基本上呢，它的变速箱的话，汽油的部分都是六速的自排。那如果是柴油的话，它比较特别，它是搭七速的双离合器。OK， 这个就是它 2.0 的引擎。油耗，油耗我要看一下哦。油耗我跟大家讲平均油耗好了，它的 1.6 的汽油平均油耗是每公升可以跑 15.2 公里，那如果是 1.6 的 柴油的话可以高达 22.1 公里，那如果是像这一台大家看到 2.0 汽油是 14.4 公里， OK。好，那种安全配备，安全配备的话就是刚说的，基本上就是六颗安全气囊标配，动态稳定系统标配。OK， 那如果是，哦对，如果是像这一台高阶的 2.0 版本的话，它还有警示系统，像是什么，就是像车侧盲点，它车侧盲点，你侧边车子过来的话，你在后视镜上它会亮灯，就是告诉你说后面有来车，所以叫你不要偏过去。OK， 这个是车侧盲点。然后包含说像什么，还有倒车的警示系统，只是像大家可能会去大卖场购物啊什么的，那大家可能就是为了说，我希望我买完东西，我东西能赶快丢上去，那我这样可能就是。大家都知道车头插到车位里面，然后车屁股朝外，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在买完东西要倒车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可能左右的视线被你旁边的车子挡住，那这样子的话，它这个倒车的盲点系统，你只要一退，旁边有车子过来它就叫，那这样子就知道说哦，好，我要停下来。对，这个就是嗯哼。好，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对，好，那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那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小编的介绍。那我们之后再就是继续发到 T 卡，之后记得 Eventra 文也会试驾。之后大家再等一下我的试驾影片。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拜拜。